你们两个一回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没人讲话要好听哦，有的气有的猪，东坐是不可能东坐的。你上我新来的电瓶车，还有面不会堵车，我还有个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刘特，偷了我的电瓶，然后他就被关了进来。 我脚抽筋了啊！你做什么了？嗯，我什么都没干。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来，开机。干嘛？干嘛？这个那个工具，然后你就慢慢向它逼近，然后它可以往这边，对啊，你再往那边，再走，再走。 对对对，再走，然后就掉下去了嘛。啊！哇！那个裤子，哇！好便宜。就在这就睡了。睡。啦啦啦！好开心。那就是微醺，太醺，这是大醺。 对，然后再开一次。我觉得你太幸福了。我像扛了把枪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加特林冒蓝光。啊！我不想跟他玩。